要吃药，我要吃药，你放开我！不可以吃药！医生叫我吃药，我要吃药嘛！不可以！给我！医生叫我吃药！你以为去外面的话，你们家大人就不知道你在诱拐我女儿了是吗？你是想把我们家小薇娶到你们家，然后呢做长期的看护工是吧？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，初恋的情人。